还敢玩游戏？电脑交出来！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别废话，交不交电脑？信不信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哎呀，怎么掉下去了？我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你是谁？闯进我家干啥？你以为你是真的你吗？你以为你现在是你的本体吗？你以为你的意识控制着你的身体吗？你说了一大堆，我没怎么听懂。没听懂没关系，其实我就是你。你这家伙怎么跟我长得一样？不是我跟你长得像，是你不知道你是谁。现在好了，能伪装成他的样子，这下班长就不知道我躲在哪了，而且我还能给他一个大逼斗。他小子竟敢把我推下来，真是不知道谁才是大小王了。看我怎么上去把他抓下来，然后再给他来一套降龙十八掌，让他这辈子都不敢跟我嘚瑟了。到了，他人去哪了？应该就在这个小房子里。你是谁？有没有见到一个小鲨鱼？滚！不知好歹的家伙还敢打我，去这下面看一下。去你丫的！还敢跟我面前搞偷袭，看来他小子是不在这里了。原来这还藏了一个沙发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突然间就出现在这了？不对，这下面有东西。哦，那下面竟然有个水坑。不管了，赌一把，我肯定他在下面。救我！救我！不对劲，这下面肯定还有东西。既然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后面了。果然有隐藏的东西。这应该就是刚才蔡问的小房子了，不过还是被我识破了。他应该从这跑了，赶快过去追。班长，这家伙果然中计了，趁他现在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先走，在外面这里躲着玩游戏。吓死我了，原来下面还有东西。等等，这不是我的图片吗？他小子竟敢当一项挂上！救命！救命！别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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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！他小子竟敢放空气方块，还把语文老师的一项挂在这了。我感觉有陷阱，还是不去拿了。这有两个守门的火爆辣椒，那他小子肯定在这里面。滚！下面地板颜色有点不对。好啊，我就知道有陷阱，还是从旁边挖过去比较保险。就知道他小子的陷阱没什么作用了，应该就在这个沙发下面了。